我去跟师傅讲，休息一下。师傅，天好热啊。好，邵红，叫他们大伙歇一会儿啊。 各自小心，啊，师傅，师傅，快去。
江湖的武林绝界，果然名不虚传。我想来领教领教。朋友，老朽久为虚名所累，上起高抬贵手。 什么对我下手？为了仇与恨，胡说！同门何必相残？哼哼，师兄，哪儿还有同门的恩义？出剑吧，请吧，师弟。
谁在外边吵啊？ 师妹你好，我该叫你声大嫂啊。随便你怎么叫都是一样，快请到屋里来坐吧。嗯。师妹，我们几年不见了。 快4年了，李大师兄一直惦记着你。大师兄呢？啊，他保镖去了。哦，只有大师兄惦记着我，你呢？我当然也惦记着你。这几年来，三师兄，你……哎，你先别提这几年。师妹，你不陪我喝一杯？ 你该知道我是不会喝酒的，夫人。夫人，客房已经准备好了。嗯。三师兄，这些日子我人不大舒服，不陪你了，你也少喝两杯，早点歇着呗。好，师妹请便。 在场子里练功夫，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啊？练不练都一样。师傅偏心，叫大师兄空手道，叫二师兄连环飞刀，只有我还是那两道粗拳笨脚。我选你了。哎，你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呢？师妹。啊。师妹，要不是为了你。 我早就走了，另投师门学艺。你，三师兄，你在胡说些什么？师妹，我想知道，你到底是喜欢大师兄，还是喜欢我？你们都是我的师兄，大家还不是一样吗？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呢？我知道，你喜欢的是大师兄。 好了，啊，你先把它装上好了，啊。
大家好了，夫人，趁热喝了吧。 春香，时候不早了，你快去睡吧。好，夫人晚安。你这么晚了，还有事吗？我睡不着。 想找你聊聊，有话明天再谈，你快出去。 师妹，这几年来想你想的好苦，你快出去，你大师兄回来。 不会放过你的，大师兄回不来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哼，用不着瞒你，他已经死在我的幽灵剑下。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糟了，匪徒洗劫。师母呢？来送。老刘，老刘，谁干的？丁棒天。丁霸天。杀你誓不为人。大师兄，我们要报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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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仇当然要报。大师兄，你。不但要记在心上，也要记在身上。是大师兄。从现在起，我们要同心合力替师父报仇，不杀丁霸天誓不为人。对对对，不杀丁霸天誓不为人。哼哼，就凭你们还想报仇吗？谁不怕死的，来试试我这把幽灵宝剑吧。
今天饶了你们，下次遇上了休想逃命。站住！大师兄，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就要替师父报仇。对，丁霸天的幽灵剑厉害，我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现在就去找二师兄。 师兄，起来，起来。 师叔做主替师父报仇，我们得替我报仇。好，仇自然要报，但丁霸天已练成幽灵剑，我等非他敌手。从今天起，必须先行苦练我。 单天雄已死，汝等勿妄想报仇。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丁霸天，我与你势不两立。 Thank you.
兄，我无法替你报仇了。不能解决你的痛苦。你，可是我活不下去了。拿出勇气来，老师在。有勇气就能活下去，别忘了你的血海深仇。求老师开恩典，收留民女。今天绝不放过你，上！怎么回事？大师伯门下的五师兄跟六师兄还有许多弟兄都死在丁八田的毒手之下了。啊，在什么地方？啊，哎呦，在恶鬼林。抬到后院，择日安葬。是。是。谁叫他们去的？小侄不知道。这一定是五师弟和六师弟自己的主意。真是白白的送死吗？他们哪里是丁霸天的对手呢？二师叔，五师兄、六师兄还有很多弟兄，难道就白死了吗？我说过，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可是，好了，我到寒月山庄见你们的师祖去。弟子李天明叩见师父。快起来。坐下来谈话。是。师父，大师兄他……哦，我已经知道了。师父已经知道了。唉，这都是天意。丁霸天残杀师兄，奸污师嫂，而且滥杀无辜，求师父做主。唉，这都是为师的错。当时一念之差，不忍心把它毁掉，才会有今天的祸根。师父，唉，我早就看出他的残暴不仁。当你们几个下山的前一天，师父。
你有话要跟我说。大师兄、二师兄，明天就要下山去了。他们的武功已经学成了，应该下山去闯一番事业。那我呢？你的武功未成，为时尚早，还需要潜心苦修几年。如果师父肯把空手刀法和飞镖诀一传给我，我早就学会了。练武之人先要敦品修身。你明完成性，略根未除，为师如何能传授你上乘的武功？我。你还需要多磨练几年才行。那四师妹武功未成，为什么也要下山呢？她是个女孩子，而且下山之后就要跟你大师兄成婚，自然不能再留在这儿。不。怎么，四师妹是我的，她不能嫁给大师兄？胡说，你还不退下？为师虽然看出了丁霸天的残暴不仁，但是却不忍心毁了他，因为他对练武的悟性很高，如果能磨去了凶性，仍然是可造之材。就在为师罚他去林中砍柴的第三天，他就逃走了。水旱两路，你是哪条线上的？对，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点银子你尽管拿去用，尽管拿去用啊。不够啊？不够？还要多少？多少啊？二十两啊？二百两？两千两，两千两，两千两，我的妈！有有，我拿给你，我拿给你。你好呀！怎么说，你天天到这儿来找小红上手了没有？不简单呐、花不起大不啥的银子。没有钱，你还想来晃窑子？上哪都行。留下吧，快进去，走，快进去。啊，快来，行。哎，小红啊，小红快来啊！大姐，请。大爷，您请坐。大爷，您请坐呀。小香，倒茶。哎，来呢。大爷，您可有熟的、香好的？大爷，你真有眼光啊！它又甜又嫩，是我们百花院出了名的甜枣啊。好，今天我就来尝尝这颗甜枣。嗯，小妮儿，轻点嘛。大爷，要喝茶聊天得开二两银子，要白酒过夜得要四十两。当然白酒过夜。我们这儿的规矩要先开银子。怎么，怕大爷白吃白喝吗？大爷，这是我们院里的规矩啊。四十两可以白酒过夜，那我出两千两又怎么样？大爷，要是真的出两千两的话，我们小红整个的人是你的，
要杀要剐都随便。好，就两千两。嘿，两千两。这个女人是我的了。当然，要杀要剐全凭我了。当然当然，好好伺候大爷，我去备酒啊。大爷别喝了，你醉了。嗯嗯，大爷，时候不早了，歇着吧。嗯嗯今天绝不饶你，师父。好吧，我就饶你一命。不过你的武功必须废去，从此逐出门墙。
刘灵剑失传了300多年，想不到竟落在他的手里，这是他的气数。难道幽灵剑当真是天下第一啊？如今为师也不是他的对手了。丁霸天，你快走吧。不，弟子绝不离此一步。好，不遵师命就是大逆不道。如果为师遭受这个叛徒的毒手，还要靠你替为师报仇呢。师父，快走。师父，快走。是。师叔回来了。二师叔，你们的师祖已遭了丁霸天的毒手了。啊！师兄，怎么了？丁霸天往大西方去了。天来的时候，前后加工，我先上。Wow.
位的，这个您的，第几桌？第三桌的。去招呼客人，快了。哎，好，您的。哎，客官，您请里边坐吧，里边坐，里边里边。哎，请您的，哎，这边。哎，请坐，您的。客官，您吃点什么？酱肉一盘，高粱酒一斤。是的，您的，高粱酒一斤。师傅，发生了什么事情？师傅，大师伯门下的三师兄和四师兄都被丁霸天给杀死了。弟子们武功尚未练成，就一心一意地想要替你报仇，结果都白白地丧生在丁霸天的幽灵剑下，连师父也死在他的剑下。是丁霸天的对手，但是为了师仇，就是死在他手下，也算对师父师母有个交代。我一定要报仇，我们要报仇。好，我也赞成报仇，大家要同心协力报仇。是，大家听着，你们要报仇比登天还难。想报仇的出来。
Thank you.
空手刀已经练到化境，可以下山报仇了。多谢师父，善自小心。是，弟子拜别师父。 恭喜你们神功一成，可以下山去了。多谢师父。嗯。来，吃饭。
英雄第三弟子，替师报仇。上。饶了你一命，现在又来找死。哼，违背师门的叛贼，我今天跟你势不两立。二师兄，看在我们同门的份上，何必呢？哼哼。万恶不赦的畜生，你也知道同门之谊吗？都来了，丁霸天，我今天要为师父报仇，替江湖除害。今天我不杀你，誓不为人。今天我要跟你同归于尽。很好，不用客气，请吧。
谁？师傅来了，快过去。你是谁？你忘了吗？四年前我悬崖不死的龙头大侠铁金钩。原来你还没有被摔死。我龙头大侠铁金钩隐姓埋名整整四年了，就是为了今天。你预备把我怎么办？哼哼，替天行道，宰了你。Thank you.
没有死。哼，天不让我死，第八天你的死期到了。哼，我看没那么容易吧。哼，今天我要你死在他的面前，就是他。